京西沈阳的动物园已经有十年了，连水牛都敌不过，要是真放回大自然，它们能不能生存还真得打个问号。其实水牛嗅出了天敌的气味，开始用牛角对狮子发起猛攻。在战了两个回合之后，这头公狮居然不敌水牛，只能借助天生的跳跃本领跳到另外一个笼子。